哎，对了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到底要寄什么东西给我？寄我呀，surprise！没想到吧？看什么？我在看我这一生中最美的景色。晶晶，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间啊？还是一张床？刘叔给我订的，他本来给我订了一个套房，我说用不着，太浪费了。所以其他同事什么标准，我就什么标准。那不应该是标准间吗？标准间不是两张床吗？那也浪费了一张啊。而且，你不来了吗？这张床正好跟我们两个睡。现在浑身是臭汗，我去洗个澡。哎，这居然没有窗帘啊！对啊，没有窗帘。那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那我怎么洗澡？对啊，就这么洗呗。金挡着它，但是这挂不上去呀、啊。挂不上去怎么办？哎，你个子高，你给我挂那儿去，帮我挡着。没用。哎呀，你去嘛，你去嘛，你去嘛。你走开。怎么了？快走开。怎么了？走开。好呀，电光玻璃。我说怎么能没有窗帘呢？这下失望了吧？我觉得你才失望才对，这本没看过。给我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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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门给我带上，快！喂，江哥。小沈啊，赵总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临时空出来时间可以和咱们见一面，就在楼下二楼那个茶餐厅。那你现在下来一下。现在？是啊，现在啊，怎么不太方便吗？啊不不不不不，行行行，当然没问题，我马上下来。
早安，小小。早安。哎呀，一睁眼就看到我这么帅的脸，是不是觉得特别幸福啊？嗯。注意你说话的态度，我的员工。我很幸福，我的老板。你几点起来的？6点多吧。那你几点回来的？1、2点。你岂不是都没怎么睡啊？我，因为今天行程有变，我提前起来安排了一下。你去见客户，不得穿正装吗？谁说我要去见客户啊？我昨天加了班，我让江哥给我放了个假。啊不，我跟江部长请了个假。我今天只属于你。嗯。你严小姐啊，今天是我最尊贵的客户。好。嗯，我要给你一个难忘的一天。快起床了。嗯，好。嗯。怎么样？这也太漂亮了吧！这是你自己一个人弄的吗？当然了，让我起那么早，好看吗？好看啊。还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。这要怎么弄？这个叫爱情锁，要把两个锁头锁在一块儿，这样我们俩就永远不会分开。那挂哪儿啊？锁在这儿。来，一起。1、2、3。这就叫所爱一生。那我们还要写点什么吗？有这个。当然了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我来。来写。想怎么不停啊？拒载啊！这是投诉他。车牌号多少？没看。再等等吧。哎，干嘛呢？快来啊！去不去维多利亚？哦，不去不去。他不去。不去啊。打不到车哎，没事。对面有没有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去不去维多利亚？有点远啊。没关系的，走了，走了，走走。师傅，嗯，绕路吧你。没有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呀，很远的。你当我傻啊？师傅，靠边停车。在这儿停车啊？我让你停就停，靠边停车。好好好，停停停。哎，还没给钱呢，118。哈，钱是吧？那，给你啊。那就给你100，不用找了。哎，你还不走啊？你再不走，信不信我打投诉电话？哼，绕来绕去，你气死我吧你！
小小，咱们走。啊，这怎么搞的？刚才下车的时候着急给划了。都怪我，早知道不下车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。来，我背你。哎，走吧。 下来吧，怎么了？走了一路，走累了，放我下来休息休息。没事，我不累。。小小，我本来是想给你一个特别浪漫、特别有意义的一天，没想到弄得这么狼狈。一点都不狼狈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在哪儿都好。怎么了？ 你等我一下。你找什么呀？哎，不对啊。怎么了？小小，我本来想今天送你个东西的，但是。 但我把那个巧克力弄丢了，怎么在你这儿啊？下车的时候掉的，然后就捡到了。你要喂我吃啊？笑笑。 上次跟你求婚的时候，你没有当场答应。后来我想了一下，可能时间、地点都不太合适。我后来又想，我一定要再找一次机会，再跟你求一次。这对戒指我上周就买了，一直偷偷藏在身上。我一直想，找一个最浪漫、最适合的时候，把它给你。我想。 就是现在了，笑笑，你是我这一生认定想要的那个人。燕小晨，嫁给我吧，我想一直陪伴你，照顾你，保护你。 如果你妈妈不同意怎么办？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？我妈她又没见过你，你怎么知道她会不同意呢？我是说如果。你听着，你喜欢的人是我，你想嫁的人是我，不是我妈，懂了吗？而且。 任何人都不会让我们分开的，任何人。严小晨，嫁给我吧，我爱你。